请教董事长那边，就是美国的媒体人他有引述说，拜登说如果开战，台湾人一周内都会死掉。那这个大陆其实也有呼吁说，国际不要再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了。目前看起来是大陆其实也不想要战争嘛。没有人希望战争了哈，就是说，你大陆真的打仗对他也不好嘛，他也在全面要这个发展的阶段打仗，他也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这个围堵了哈，所以你看俄罗斯就知道了嘛哈，对乌克兰不好，对俄罗斯也不好嘛，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从这里得到教训了哈。那所以我是觉得，所以讲的说，两岸开战一周内台湾人死光哈，这是打起核子战来的。好，但是我真的不认为台湾打仗会打核子战争，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估计啊，我觉得是很荒谬的了哈。但是呢，打仗一定会死人嘛，没有打仗不死人的哈。我觉得任何的仗，就算是传统战争，就算不是核子战争，也不可以，我也不希望看在两岸之间看到哈，最好都不要了哈，而且不能要了。一旦打起来哈，你比如今天228。你看，那是70年以前的事情了，很多那个仇恨呢、都还在的、那个受难者家属、受害者家属到现在还在恨哈、那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那要死伤无数哎，特别台湾人，那个不是什么70年了、可能700年也化解不了，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千万不能战争，更不要讲什么一个礼拜就把台湾人都杀光光哦，这种话我觉得太可怕了，不应该讲的。那因为两岸如果真的战争会，就像您刚刚讲的会很惨，那会不会觉得说现在我们台湾人要团结一致去争取这个生存权呢？就是跟比如说不然会美国或是大陆啊表达说我就是要好好的活下去的感觉。对，就是说这样讲好了哈，就是说中国大陆有它的国家利益，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但是台湾我们中华民国也有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嘛，所以我们不能任人宰割了哈。他们两个大国哦，怎么这个把台湾放到哪里我们就放到哪里。也不能做美国的棋子，我觉得台湾也必须要勇敢地跟美国说，对了啊，就是说台湾是面临生存的威胁，但是我们台湾有自己的主张，我们台湾绝对不能变成战场，让老美知道这一点。勇敢地讲嘛，你蔡英文怕什么呢？你愿意台湾变成战场吗？对不对？没有人希望台湾变成战场嘛，所以你要跟中国讲，也要跟美国讲啊。董事长，另外是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毁台计划啊，这个比特王是 YouTuber， 他有做一个民调，有高达85%的民众认为说呢，美国早就已经在执行了，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数字？想请你分析一下。就是说，赖清德说台湾不要以美了哈，那当然台湾其实一向对美国友好啊，也知道在军事上、在国防上也必须要靠美国，好，但是呢，我讲美国有美国自己的利益嘛。他的利益跟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不一定是相合的，可能是冲突的了。比如说，我们就不希望自己变战场，美国哪会在乎你变成战场？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台湾当然要自求生路嘛，所以台湾人慢慢也了解了啊。台湾人看到乌克兰的情况，就知道说，哎，老美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派一兵一卒到乌克兰去啊，所以大家对美国会派兵其实是怀疑的。我觉得慢慢这个怀疑的这个越来越强了哈，所以你不移才怪嘛，对任何事都要移啦，我移美，我也移美啊，我也移民进党啊，这移有什么问题呢？你总不能够这个盲目，这个毫无理智的相信嘛，所以我觉得怀疑其实并没有错了哈，只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也必须要了解哈。那你不能把台湾颐指气使了哈，要台湾做什么，台湾就非要做什么不可。我觉得台湾人不可能这样，台湾有自己的生存的意志，有自己的理智，有自己的判断。是，那另外美国的这个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报告也有做一份民调，他是说呢，一旦台湾遭到大陆入侵的话呢，有46%是反对美国派地面部队协防台湾，42%是赞成的，然后也有支持美国对大陆实施经济制裁的比例是最高，是79%，所以相当于如果共军犯台的话，支持制裁北京多于是地面的部队去协防。我觉得美国现在政策也是这样嘛，他对俄罗斯也是这样，他没有派兵啊，也没有动用什么传统或核武啊，但是就是经济制裁嘛，对经济制裁来讲，这个都比较简单了，而且没有流血嘛，所以我认为这已经是美国大多数人的一个态度，也是实际上美国这么几十年的一个趋势嘛，比如说川普最得意的说，他没有派一兵一卒到海外去啊，他没有发动海外战争啊，所以我觉得慢慢这个
赞成美国派兵到外国去会的越少了，而且呢现在说是什么42%哈，那等到一战打起仗来发觉有美国的这个子弟兵死了，那这个赞成派兵的会越来越少。我们看每次战争都是这样嘛，越战的时候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派一堆兵，后来反战一大堆反战，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后来美国改成募兵也是这个原因嘛。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不会支持派兵派子弟兵到海外参战是不可能的啦。谈到上战场，如果今天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的话那没有关系，但重点是今天为什么会打要搞成这样，是为了裴洛西吗？还是民进党搞台独的挑衅呢？这个台湾人真的会干预吗？对啦，就是说如果哈今天比如台湾宣布独立，那老公要打，那这个时候他已经跟你讲过你独立他要打嘛。啊，那如果不是台湾没有宣布独立，那没事两岸打起来，那台湾只有团结一致保卫自己的这个家园嘛，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所以我常常讲说，那老共的底线是说你不要独立，那你就不要去踩这个底线嘛。而且你知道台湾怎么独立呢？国际会承认你们也不会嘛。那如果我说我不独立，那老共就没有必要打台湾嘛。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了哈，就是说理论上两岸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啊。我不认为老共应该为了统一打台湾，因为那个你现在两岸的政治制度、这个经济制度还有生活方式差很远嘛。哦，那个让历史来决定吧，还早。但是呢，眼前台湾要做的事就是不要去这个搞独立的事情，好，然后呢，好好双方各自努力，好好把这个大家的政治搞进步，把人民的生活能够改善。我觉得大家去不同的制度下去努力来拼嘛，来比一比嘛，啊，比彼此的生活改善，比彼此的政治进步，都比武力好很多了。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两岸啊近日是也是打陆，然后也是两岸共打陆去释出善意，是不是现在呢绿营应该是善用机会去就是做其他事情呢？对了，就是说看这次啊，他们送了两个88枪击的这个嫌犯回来嘛哈，那帮你不是帮你了，就是说在那边逮捕了又送回来啊，让你允许你这个接回来，至少是一个善意的表示了啊，我觉得对民进党是个善意。像最近好像军机军舰过来也比较少嘛哈，看起来大陆的对台的新领导班子有四处善意的这样的这个趋势哈，我觉得很好嘛。啊，那你民进党也可以四处善意啊，啊，比如说我觉得讲都没意思了啊，你可以做嘛，比如说小三通就全面开放吧，不要只限于金马的民众嘛哈，那很多台商啊，这个台生啊。台胞啊，在特别福建、广东一带就可以用小三通回来嘛，就方便多了，又省下很多机票钱跟时间嘛。另外呢，原来我们两岸直航有61个航点，那后来现在变4个，只有4个。那大陆方面提出来说可以开放到16个，那就开放啊，对不对？其实这是便利台湾人呐，哦。那还有呢，比如说现在我们还是不允许大陆观光客来嘛，那中南部很多的那种产业都很惨的，很多店面关门啊，很多卖这个纪念品的都没生意啊，那就顺势开放了啊，或是你可以开始有一定的名额的限制，是要一步一步让大陆观光客来啊，也对台湾的经济有帮助嘛，像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啦。哦，你就趁着这个机会，人家四处善意，你也这个回报一些善意，那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嘛，而不是那天那边军机军舰来啊，威胁你这边每天骂骂骂啊，他对你好你也骂是统战，他对你不好你也骂是这个威胁，那两岸怎么会好呢？这不会改善的啦。